那种把它大概了解一下我的想法，因为呢，如果你用 find 的话哦，它应该 find 的顺序应该是会先 find 到最接近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 find，它有整个三个可能，一定是零，一个是零，一个是区，所以你会发现零的话哈，它前面有区，也有零，也有零，对，所以如果你要 find，应该是要先 find 零，不然的话，你如果 find 区的话，变成全部都只有到区。那我们先找零好了，哎，零那怎么找？所以我们最建议啦，你可以先第七列这边，因为这边有零嘛，哦，然后你可以用插入函数，用那个 find，因为在Excel 里面的 find 函数哦，其实蛮好用的。然后 find 函数的话呢，它总共有三个参数，第一个参数它要你 find test，哎，这个 find test 我记得应该是要找什么？OK。那去哪？VC 应该是去哪边找？我们看看好了。来，我要找零这个字。那记得字的话，一定是前后双引号。所以呢，我们前后加个双引号之后，在里面呢输入零这个字。哎，帮我找找看有没有零啊？邻里区的这个零。OK。然后 VC in 的话呢，去哪边找？哎，去这个储存格里面找找看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它找完之后告诉你啊，有找到。在第十一个字，有没有？应该这个字就第十一个字。那如果你要找中程路的话，只要把这个位置加一就可以了。那取几个字？取三个字嘛，按确定。哎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你要再取三个字的话，你外面再包 mid 一样就可以把字取出来。但问题哦，针对这个储存格可以，可是其他储存格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往上填满。哎，有没有发现？仅 value 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如果呢你让它找的范围里面没有要找的东西的话，它就会发生错误。那只要是 value 的错误的话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给我的这个资料是有错误的啦。什么意思？你明明不是叫我找零吗？可是为什么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没有零？它意思是这样的哦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如果有错误的话哦，仅的错误讯息。那如果我要避开的话啊，我是建议你可以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来，不包含等号，记得哦，选它的话哈，剪下来，留下等号，然后再插入一个判断是否发生错误，因为只要仅开头的都是错误。第二个的话要用逻辑里面的 if l，这个 if 的话是如果的啊，l 的话如果有仅字号开头的这个状况发生的话。那要做什么处置啊？OK，好，那我们就用 if l，然后呢，把刚刚的这个公式填到 value，意思说，如果它正常的话，它会显，如果假设里面是十一，它就丢十一，可是如果里面是仅的话，那它会跳下面这个，哎，value if l，就是哎有那个错误的话，你要怎么做？那我刚才讲说，那你帮我找下一个怎么？如果没有零哦，那你帮我找零嘛，所以把它贴上，等于贴两次，把这个改的什么，改成零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哈，哎，如果你找不到零，对不对哈？那你就找零看看，按确定，然后往上填满看看。哎，有没有发现理由了耶？那可是你说老师还是有错误啊？哦，没关系，所以再来就是找区嘛。那怎么找区？道理一样哦。再把这个公式怎么样剪下来，一样动作，再找到 if l 好，然后贴到这边来之后啊，再把 find 那么这个公式啊，再复制贴到底下，然后一样的动作啊，把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区比较好。如果找不到零，也找不到零的话，那你就帮我找区。OK，好，理论上应该 OK 了，但是公式。就会很冗长，而且一个字都不能错。你们发现对了对哦，全部都找完了，向下填满。那理论上哦，应该底下都会整个填满。为什么不能填满啊？因为这中间我先把这个先删掉啊，因为如果旁边这边没有资料的话，它没办法向下填满。OK，好了，其他的话呢就是自己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呢，这个地方哈，
我们就先完成前面。那你说老师呢？可是后面怎么办？谁跟各位讲了？很简单，后面哦，那个位置的话，其实刚好也是三个条件。那你只要把邻里区改成路街道，那后面那个字就有了。然后把头跟尾再用 meet 函数把它取出来，答案就 OK 了。但是哇，光这个好了，没关系，你们先完成第一个阶段，好，先，第一个就是用 find，第二个用 if where 啊，这个如果太复杂了，你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或者你讲义里面也有的，在云端的第10页哈，这边也有，我刚刚是先 find 有没有 find 零，然后再 if where。OK，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。那当然以这一题来看哦，那如果用函数之外，因为像这种很复杂的逻辑，说真的，但如果可以写得出来，你问题就解决；但如果你写不出来，那就是一个灾难了。OK，这3000多笔怎么办？总不可能叫你 Ctrl C Ctrl V 吧？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每天在做这些事，真的难怪眼睛会容易出问题，像什么那个飞蚊症啊或什么的，真的是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不需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想个另外一个方法，可以把程式写出来，那变成说你比较多的时间哦，都是在用脑，而不是在用眼。那Excel VBA 的好处，我也是 Excel 或 VBA 好处就是，它可以解决你大量重复的这些相关的需求。OK，那 Excel 跟 VBA 最大的差别，那你简单的事情用 Excel 的函数可以搞定，好，但是复杂的我建议可能还是要写 VBA 的。然后至于怎么划分呢？这个我想之后我们多一点例子，你们应该就比较可以理解，好，试一下，所以。试试看哦。